大家早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因为他有付这个酒券啊，那我觉得不要浪费，于是早餐就点了一杯生啤酒。那这里是 The Royal Park Hotel 的这个招食会场，也是个吧台。那刚刚用相机拍，对不到焦，已经用5年的相机，是该太坏了。那他们早餐有味噌汁、粥，还有饭，还有咖喱。那我是吃咖喱饭。然后他这边会有烤鱼，两种烤鱼，还有乌拉提。那这我还没尝到，就是牛奶果汁。老实说，我感冒应该是不能喝酒了，但是为了不浪费，我还是喝了。然后这是他的菜色，他说切得很大块啊，就是蛮让人食指大动的。而且他的烧麦里面会有虾仁，还不错。然后这是沙拉，然后这个是萝卜，白萝卜片大根。然后整个空间的气氛非常棒，让人很舒服。那外面就是羽田空港。好，今天就先录到这，以上。